台湾韩国队友都点赞，很专业的导游。台湾美亚子瑜这一次实现和队友定延至孝香园来台的约定，他和妈妈也尽地主之谊，包车带队友和他们的家人4天3夜游台湾。 第二届在 IG 兴奋打卡，晒出多张台菜，研究网友也归纳出他们这一次的游台行程。 在 IG 发多张和家人的俏皮合照，看来是相当喜欢台湾啊。两人对子瑜这次的行程安排大赞，很专业的导游，很用心准备，还说子瑜家人十分亲切，准备了许多礼物让他们带回去。而目前姐妹三人已经回韩国，为 TWICE 2月将推出的全新单曲做准备。出发就行哦。